啊打麻，傾下偈咯，又係冇打嘅，都冇打嘅，冇賣嘅又。閒聊啫。閒聊啫，閒聊。咁 Jason 今日咧，即係以演員嘅身份啦，出席香港嘅電影節，見到阿姜嘅粉絲有冇好震撼？有，真係比台灣勁，有冇20倍啊？100倍啊？唔敢當，唔敢當。好犀利，好犀利，真係陣容鼎盛。咁自己有咩感受啊？非常之開心可以以一個演員嘅身份同大家見面，香港嘅觀眾見翻面，4年嘅第一次。要靠經理人保護一下啦，應該唔係嘅，佢哋都很好嘅，係啊。唔係對於香港心嘅 DM 好多啊，好多暖心嘅 DM 同埋好多一啲即係 IG 留言啊，所有 YouTube 嗰啲訪問嘅留言都講得很好咯，所以好慶幸，好感恩。係咪對於香港主場都而家有翻好多信心？平常心，平常心，平常心。平常心。一陣間就要同大家一齊。平常心，平常心。唔係睇咗啦，我哋喺台灣。睇咗啦，睇咗。咁拍劇拍戲嘅時候有冇照顧阿 Jessica 喺紐約？佢照顧我多啲啊，因為佢喺嗰邊生活啊嘛。紐約嗰個主場。係係係，所以就好多嘢都有問佢嘅，請教。佢點樣照顧你？係啊係啊。英文咯。佢點？英文係咯，英文嘅話就。會問下佢點樣讀台詞讀得標準啲咁樣，因為自己英文都唔係話好叻咁樣，係。同埋介紹啲餐廳俾佢咯，但係佢已經有即係佢經理人已經準備咗個 list 啦嗰陣時，係。同埋佢食齋嘅冇乜用，佢介紹餐廳。冇介紹漢堡包嘅餐廳。佢食齋嘅。齋紅堡啊！希望啦，希望下年年頭睇下有冇機會飛一飛翻嚟，有冇啲 project 揾我啊？揾佢。聽唔到。會睇啲咩福利？哦，福利啊！吹谷下票房。吹谷下票房。可能會冇諗過真係，可能。出席多啲公開活動咯，因為都好少出席。之前喺台灣咪話會咩啊？出歌啊嘛。哦，係冇錯，會出多啲歌啊，因為好多 fans 話我出歌比較少啲咁樣，咁我就勤力啲就出下歌咁樣。多謝你。得嘅，得嘅，得嘅，係而家都平衡得幾好嘅，放心。我本身自己對於演戲都即係唔係話好叻咁樣嘅，所以其實有演戲機會已經很好噶啦。咁之後有機會嘅話都有對手戲梗係好啦，係咯，冇都唔緊要。冇所謂啊，都係啊，只要係大家都發揮得好嘅話，都冇乜所謂。我身體唔係幾好，但係話談情戲都我盡力，我盡力，可以可以可以。會唔會諗住都操下自己啊？閒聊下咁樣咩？會唔會都諗住操 fit 下自己？操下操下，同佢為咗嗰個 action movie， 可以可以。咁而家啲你談情啊談情啊！冇咁攰。你而家揾女朋友？啊？我心入邊有咁講，唔敢講。冇喎，因為佢對於我嚟講真係電影入邊行出嚟嘅人啦，咁所以就好神奇嘅呢個感覺，唔敢話我要做男主角嘅，係啊係啊，睇到佢就好開心噶啦。佢符唔符合你揾女朋友嘅標準？符唔符合啊？我點知啊？你揾女朋友？我符合啊，都符合啊。OK OK。
係啊係啊係啊，因為大家好少有呢個機會一齊聚埋一齊咯。咁十二個成員之間，其實撇除喺出邊玩嘅時候，我諗我哋最珍惜嘅係私底下傾偈嘅時間。呢個係我哋平時最難做到嘅事咯。係啊，嗯。會唔會喺？有㗎有㗎有㗎。不過我自己，大家都大過咗好多嘅，唔會咁易喊嘅。但係當然有個別成員都易喊啦。係啊，我唔記得啦，我應該冇乜嘅，係啊，姓張嗰啲咯。高啲啊！我嗰啲男人嘢發生啊，真係發泄。係咯。啊，冇。啲嘢啱唔啱食啊？啲嘢就 OK 嘅。反而是熱氣球的話，我想十二個人對於印象最深刻的應該都是熱氣球咯，因為我想大家都是第一次搭，咁啊喺熱氣球上面其實都有人喊嘅，因為很感動。係啊係啊，跳舞好叻個位。你有冇攬實佢啊？但係其實熱氣球又唔係咁恐怖嘅，係因為其實佢都即高到一定的高度就不害怕嘅，大家可以嘗試一下。那些什麼蜂蜜是不是、你住紐約不好意思對不起我對不起對不起澳洲蜂蜜機場隨便買了幾件隨便買做下樣的是啊是毛毛因為你每次問什麼很緊張的唔係啊，唔係啊，因為係啊，我知啊，我覺得係我真係有睇曬佢嘅，唔係睇曬啦，即係我睇咗好多表演嘅片段，我一直都好欣賞其實唔同歌手嘅作品。咁佢其實都係好榮幸去揀我呢一隻歌，因為表達到佢自己嘅故事咯，所以都好開心。其實都覺得音樂係啊係啊係啊，好開心，佢肯揀，好啊好啊好啊。想同佢合作啊？嗯，我想同佢合作。有機會的話，任何歌手都可以啊，係啊，即係有機會合作一定開心嘅。你想點解始終以你哋呢個情侶當組合，會唔會想合作唱歌？你唱歌嘅咩？唱啊，少少啦，少少。表演係啊，可以啊，女團好唔好？好啊，好啊，就咁啊。咁啊點啦？唔曬。你新居入伙未啊？新居入伙？而家仲係即係仲搬緊嘅，唔係好正式咁樣去搬入去咁樣。我唔係好識噶，都我阿媽搞，係啊係啊。嗯。其實不嬲，對於 fans 級嘅我哋，大家都係獨立運作咁樣，都唔係話我自己嘅話就比較少關心嘅，係啊，因為我都唔係好識，係咯。咁其他 fans 級嘅嘢，我哋都唔方便去評論啲乜嘢，係因為都係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咁樣，我唔方便去講太多嘢咁樣，係咯。